再来这个修行，可以，就没有希望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因为每一个人如果是圆满的正果啊，基本上大部分到，就说圆满的比较少，但是都可以在不同程度的正道，但是借空性这件事，就是说能够在易经里边，因为比如说法身成就，法身成就是在境界里边成就的，就安住在那儿，就是分别心消失以后就成就了。那那个时候可能气脉你还没有全通，没有大，因为你还有习气的这种，但那个已经足够了。如果你法身成就是不需要打通全部气脉的。他说的这个不能吃到，只能是你的报身，就是说你的生理上的报身。但是这个也不是说取了子宫，因为你取了子宫，你的气脉还在，就说这个胳膊啊，我们割了一节，它气脉还是这样循环的，它不会说是因为你没胳膊它就不循环，它仍然循环，就是只不过循环的路线以前是这样的，它现在变成这样，在这儿去，它不会堵了你就坏掉了，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没有关系的。而且现在大部分是法身成就，报身成就的，就是在西藏一年全年的，就是说一辈子在山里闭关修这个报身的都比较困难，但是都是说能达到说三圣成就，就是说活佛，就是说气完全打通光化了，这才是报身啊，就是就像佛那样佛光啊，神通具足法力，但是都天眼通天耳朵这些小神通是小功能的，你随着你修行会有一些，只是不圆满而已，而且在心性上可以达到，心性上你在境界里意境里边就可以成就，法身可以，可以证的，在心性上，你在易经里证得的时候，甚至你也可以说你不在人道，因为在易经里边你的心是无处不在的，你的心现在不一定是人道嘛，我们心就算包括痕迹都是六道的痕迹，是可以的，法身不因为你是男人或者女人，你是老人或者小孩而有区别，法身是平等的，就是我。就是这个成道应该是，生理上有些以后，就是说身体气脉通达的，气脉就是中正通达的这种就快，转化的就快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比如说我现在打坐，就是进入到一种比较，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，就在这儿这几天，最近这几天，就是那个喜乐的非常明显，以至于我自己都觉得我一定要下坐才，不然我就会坐到那享受那种极度的喜乐。可以啊，先享受那种吧。可以、啊。那种享受，只是你说不执着，说认为那种就是证得了什么，没有这个说是很娇慢的心，说哎呀，你看我修得好了，或者话，你享受财悦，总比你享受五欲之乐，对成道还是有帮助的。没有财悦，财悦为乐嘛，就是说。禅静就很舒服嘛，很舒适和静坐，那样大家就愿意去静坐嘛。那它能够帮助你得定，但是如果你在红尘里边，五欲之乐也是乐嘛，但是呢就不容易静下来，就是不容易定住，就很容易散乱。就说你大家不是沉迷这个就是沉迷那个，你不是享受这个就享受那个呗，是吧？但是我再也进不到，就是我闭关的时候的那个。没所谓啊，因为那是生灭法嘛。就是你说明失去的都不是真实的，都还是幻境，你还在幻境里嘛？你还没证得，证得就是，你就有很，如果是他，你这个证得，你就会不会失去？我就再也进入不到，就是就算是那种很喜乐的状态，我也进入不到。我在黑关的时候，我就唰一下子就是到了一种就找不着我。说明你现在打坐啊或者什么，还是依赖环境啊，依赖场啊，依赖外境的。但这个依赖总会破掉的，你不可能有事一直是依赖这种外境来达成嘛。那就是还是定力不够是吧？或者是你分别执着还是多，或者定力也不够，肯定是这样了。而且是随着你不同的年龄或者是什么，你今天你前两天能进入，你是心里边没事，或者是你有一个激烈的事突然放下了，那种对比让你平静下来了。他现在可能状态不对了，情绪上你遇到的事儿也不一样。对，有的人就是，波动的很厉害很厉害，他突然一下开破了，他停下来了，反而一下子能够静下来，一下子切入了。他说那个人反而一直没有任何波动，他皮皮的，他也会进入，但是他反而这个时候有时候还感觉不到自己静下来，就他那种对比明显了。就是入定以后的那个状态和我。
在闭关刷进去的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了。我知道你闭关刷进啥状态了，但显然你很享受那个状态是吧？不是闭关的时候，我们当时那个课程老师带我们去闭关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闭黑关嘛，就是找不着自己了，然后所有的都是幻境。对你来说，现在没、哦、不管你是禅定里边的境界或者定境，都是幻境。哦，只是那个幻境更有利于你成道。哦，有的、这个、这个世界也是幻境，但这个有时候地狱也是幻境，但是不利于你成道。哦，明白了。你很容易执着的，就像地狱的苦，你受不了，你很容易执着，这就是痛跟苦，你全身心的会沉迷在那个痛苦里边。那天人你全身心的会沉迷在乐里边，所以那些幻境不如你，不利于你去走中道的解决，就是回归到源头去。但是禅定的这个也是幻境，但这个幻境有帮助对你，对你成道有帮助。比如说恶时，这个世界的善恶对佛学来讲都是因果，善也是因果，恶也是因果嘛，是吧？它没有绝对的善恶，但是为啥说它要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就是善法能够给你提供助缘，能让你如虎切翼，因为善有善报嘛。那你利他的时候，没准他就开始利你了。他这因为因因果果我们说不清楚，好像你今天做了一件善事，你利的是另一个人，但是你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帮你，而不是那个人，是另一个人。但是谁知道这因因果果里边是什么因果，是吧？但是佛说了，佛这样说了，我们就这样做嘛。反正是你善行，你善行是有利于你帮助你成道是快一点的嘛，资粮道嘛。啊，福善报嘛，福德善报啊，功德这些是资粮嘛，就是你等于背着存款，你功德善报福报越多，你背着存款往前走就资粮嘛。遇到万一恶报熟的时候，你后边有存款拿出来能够赎嘛，把自己赎出来嘛。就是会有很多人助你嘛。啊，你平时谁也不为你自己倒霉的时候谁会帮你啊？嗯，是这个概念。就继续修嘛，因为都是幻境，但是有些幻境对我们还是有利的。修行在没圆满之前哪儿都是幻境，你说不过就是三维四维五维六维不同维度的幻境。你看我就是那么那我还你准备是留恋哪个幻境了？因为那个每个幻境的泄气也是住院居住，他就泄气了，住院居住就泄气了。他那个是不是属于正到空性的那种状态？那个肯定不是空性的状态了。你要说是正到空性的，那我们现在也是空性的状态啊。你在这种幻境里迷失的一塌糊涂，你不觉得这是空性啊？除了佛告诉你，你自己是不知道的，你觉得自己迷茫，很迷茫，对吧？空性的状态这都是啊。但你能看到啥呢？你能从这些事里边看借空性吗？你能从那个核桃里边大家喝茶聊天的状态借空性吗？肯定不行嘛！你需要修定啊，修止啊，修到一定程度，你突破你这边把分别执着破一直破到，哎，就是说根尘全脱了，破把所有的你都对执所有相的执着全破完了，回来哎，在每一个地方借空性，就在时空里借空性。是即刻就马上就被看空了。是啊，你破了相你就也是色，但是在色对破完相空性就露出来了。其实你那六根六尘全是空性啊，你只是执着，你不知道空性是什么，你要破坏所有的相，你就知道空性是什么了嘛。佛整天讲空性色空不二，你破坏相，你坐在这就是。不是说他自己没有的那种叫。每个人都有。他证到的那种状态就找不到了。如来没证到任何境界，那不是空性是如来的状态，知道吧？空性也就是如来。没有一个最后，你没有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什么样的境界，让你说最后成道的人不会证到一个境界，说那个境界这甚至又丢了。成道的人是无处不是成道的境界啊，看见一朵花也能借空性，一片草也是空性啊。成道他没有境界可谈啊，到最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，所有的时空，所有都是无上正等正觉境界，这杯茶也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啊。都是圆满的佛性啊，里边问题是我们着相就不知道啊。但是你破相不是破相需要时间的，不是有的人说老师我对这个世界一切都不在乎了，我是不是破完相了？不是那样破的，你把这个世界，这就像我为止讲说修耳根圆通，你还得破几个层次。比如说你闻与所闻尽了啊，
闻与所闻，闻就是耳根嘛，所闻是声音嘛，闻与所闻尽了嘛，你才动静二效不生了，你才在本能的这个法效不生了，不生了你还要继续还要破个觉与所觉空啊，再破照与所照空啊，然后再破空与所空灭啊，你看你这个效要破好几层啊，你才能进入圆觉啊，圆觉才是这成道嘛。那么中间这个一层一层的对立的这个执着是不同维度的执着，你现在粗浅的说我不在乎这个世界的这些，这个不是破外相了，是你不在乎了，不在乎你并不见得你能看破嘛，你并不理解你从这个你不在乎这个手机，并不代表你从这儿能见空性嘛，是吧，也不代表你破外相了嘛，你还有时间跟空间啊，你破完了嘛，是吧，你意识还在流动啊，时空生死了了吗，你知道你本来就是吗，空与所空灭，就是我们现在说不在乎了，你还有个不在乎的东西，这不是所空的东西吗，这个世界是空的，我不在乎了，这不是所空吗，那空与所空灭嘛，就是说所空的跟佛本身就是佛与众生都消失了，倒是没有修正，所修正的次第也消失，佛也消失，众生也消失，这不来事了，你要有个佛像有个众生像你怎么是呢，但这个破坏所有的相，不是我们很粗浅的在人道破坏，就像你还能破天道、破欲界、破色界，随着你的修正一层一层破。但这个不是说你最后进入圆觉就正果，但是如果你想自在未来，你正到动静二相了呀，不是已经很厉害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已经很自在了，你破了一层你就很自在了。这个生世间的就以前发生的那些事，哪个也控不住你。你还别说，你已经安住在圆觉的境界上，你的功德圆满了，那已经不可思议了。你就先来个本能的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行，你就挨着你说，哎，我就一步一步修，能修到啥算啥。因为那次其实上课挺受打击的，然 后来你的心就这个身体吗？你的心肯定不是，是吧？你的心是法界一切嘛，是吧？成佛是你心成佛，又不是你这胳膊腿成佛，是吧？你这个胳膊腿只不过是最后气六根解脱，气脉全部通达嘛，全部通达了就报身成就，这个肉体是正报身，就是神通具足，法力无边，彻万百，我们他一说话头上放光，就能达到就释迦牟尼佛那种状态啊，那个可能我们就是慢一点嘛，就是修起来慢，哎。因为生理上转化这个是需要时间的，这个是这个肉体你已经在母亲肚子里十月怀，但你要转化了父精母血，把所有的脉络打开啊，所有的六根解开，这个真的需要点时间。但是心性上的成就，有的时候是建立在生生世世的修正上。开始像这种情况，就修白骨观更好一点，因为给摩羯器官的那个，或者是有的动过手术的，所有的法门都是对症你的心性的，其实你有什么病，法门就是药。所有的最终你要知道，你成佛的目的是放下分别执着，哎，放下对，就像修耳根圆通，你就是放下对声音的所有定义概念分别，这叫放下分别执着，还有对声音的纠结，比如说别人说你了、骂你了、还夸你了、揉就是。所有的声音，包括这个手机的声音啊，你不能听那个声音，你没动啊，坐卧不宁，所有的都是，哎，就是你对声音的一切执着，你放下，你就耳根圆通。他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说，哎，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，就好像滴水声或者是，你有本能的分别嘛，是吧？你不在乎，你本能的时候，它滴水声，你定义已经分别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但是出来的声音就是知道是滴水声，但是呢？因为你有时候平时练佛嘛，就知道他的滴答答答的声音，但是你就会感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包括走路也那是你的意念想象，那是用意念想象，它是自动出来哦，那种状态，是走路也好，或者是有的人说那就是嗡嘛呢呗咪吽，你说那是阿弥陀佛，嗯、到底是什么？有的人说他明明是滴水声，是你们这些学佛的搞怪，是吧？明明就是滴答滴答滴答，是吧？这还是人道这样子想，那恶鬼道呢？恶鬼道是没有声音的，恶鬼道没觉得那是水啊，怎么会有滴答滴答呢？是吧？那苍蝇蚊子也听不见啊，你又不是一道啊，菩
佛普度六道众生啊，你为什么用人类的见地来去定义那个东西呢？但是呢，我们刚开始你破不了这个时空啊，你活在人道你怎么成佛呢？你有人道的局限性嘛，你一叶障目不见僧侣嘛，你看不到圆觉境界嘛。所以你破人道的东西，先破本能嘛，先粗浅的这些大家学了佛都会，只不过是知道说他骂你你不动，我是学佛的是吧，我不争是吧，不不，那人我知道骂我，但是就像春风一样，我一点感觉 OK OK， 这是最初的，这是最简单的，大部分学佛的都能最初不能做到这样，忍辱嘛，这谁不会是吧，有的还能忍到你空我空四个节那句话空，但是这是最粗浅的，这一层还，但是你是不是本能的就定义了他是骂你而不是话，你是不是一听到就说他骂你，但是你只是忍了吗？知道他的骂你。好，这叫本能分别，知道吗？本能。本能你有受嘛？有时候会气升上来嘛，他没完没了说你，你就是生气嘛。嗯、这个本能也要破的嘛，是吧？你现在不自在生，你光那样没用的嘛。你光说他骂你，我不生气，是吧？这个是稍稍自在一点，就是随着不争了，跟这个世界不争了。人家说你心胸大，哎，度量大，哎，或者你自己也知道，哎呀，这争不出里外了，是吧？有的人争不出，有的人说，有的人是年长了，自己活的年龄大了，经历的风浪多了，不给小人一般见识，大不了就是这样，是吧？但是你本能的知道他在骂你，或者本能的知道这家伙是他对我没有好感啊，各种信息你会本能的在你这儿升起，这个也要破掉。如果这个破不掉，你慈悲心怎么说？而且你证不了空性，就是不行。所以一开始切入的就是本能的分别。我打你，你还疼，这不是本能分别吗？是吧？这个也不能断，你就从这开始，从本能的分别开始破，你才开始能自在一点。就是从六根开始修嘛，你就要修白骨观什么，它是这些东西都是对治，对治六度啊，白骨观这些法门。白骨观是对治你的，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情欲很重，知道吧，他生理欲望很重，就是对治他的，就修白骨观。以前佛弟子不是都是离情去欲的嘛，离情去欲不知，哎，很多男的他都是二三十岁十八九，他生理的能量起来，他就持戒持不住嘛，他就看见女的他晃动嘛，那个时候修白骨观把女的关成白骨，把人关成白骨，流脓流血，哎，就是不净观啊，白骨观这些都会破人对色相的迷恋嘛。哎，多漂亮的女的，你观测她白骨或者流脓有流血，你就不会喜欢了嘛。她是对治这些，所以成确立的法门啊。还有修布施，它是对治你对物欲的贪婪啊。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钱，喜欢这个世界的各种光彩夺目的东西，比如你看每个食品都包装的那么漂漂亮亮的，就是吸引你眼球的嘛。里边好不好吃不知道，那不是忽悠你啊，就是最起码看见包装你就有食欲了。哎，这就是为什么，因为我们有物欲嘛。你并不知道这个里边装的什么，你买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，你看见包装你就知道，哎，你就想去看看里边是什么。它其实是这是它是设计者他就根据人类的欲望来设计的，就是他诱惑你的色相，对色相的追逐。哎呀，这个设计的好，然后我就想看一看里边是什么。哎，我如果是这个东西上面涂点颜色，我看见好看，我就想尝一尝，闻着香我就想闻一闻，香水啊，从六根诱惑你。嗯。所以修布施是破贪婪的嘛？有的人就无所谓啊，我也可以有可以吃，可以不吃，可以有可以没有。有的人就是耿耿于怀，觉得自己没有就权势感很重。觉得啊，就是觉得自己怎么就特别想拥有，就觉得那种遗憾啊，就是很这种，哎，就是佛就给你制定了修布施，你的缺失感太重了，哎，对物欲，就是但是有的人在这一块说布施度嘛，就是我空物空他空嘛，就是修布施了。那有的人说，哎，我这物欲不太重，我是名虚名，我喜欢。对别人恭维啊，成为别人的忠心啊，我喜欢活在别人觉得有价值啊，那虚名你在就是也有不相对应的法门嘛，你然后还有利嘛，就是名利情嘛，在情上哎需要都有，就修六度里边的啊，每一个就对应的，
很多法门就是对应你觉得自己在哪个方面破不了，你就对应修哪。但是大家大部分因为是佛学有界定会筛选，大部分是说我定不住，是吧？现在开学都是散乱嘛，所以你看大家都是修专注，修专注力啊，刚开始持念佛号啊，内观啊，一手啊，还有就是观呼吸啊，数呼吸啊，念佛号啊，其实这都是修专注，修止力的，因为这个是对治散乱的嘛，陪呼吸啊，这些小法都是。但是就像你说我修白骨观，我修观本尊啊，那些其实他那是有观想境了，但有的人就不太适合修观想境嘛，因为有的想象力太差了，不丰富，想不出来嘛，这里人就不太适合就是观想境那种法。但是你说陪呼吸，他不用观想，呼吸肯定有嘛，哎，他就直接就陪了嘛。哎，你说一念佛号他也会念嘛，他只要识字，他只要能听懂你教他，他就会念个阿弥陀佛，是吧？但是你说让他观想个谁谁谁在他头上，或者他就有时候观想不出来，没有哪个法门更好，差不多都是看你执着啥。哎，人的执着的也不多，是吧？我们就执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啊，有时候年龄大了也无所谓了，是吧？你看口欲我们执着的比较少，就是大家现在吃什么也对肉啊什么也不是说多香，吃个蔬菜也行，是吧？口欲，情感这一块呢，有时候就是放不下吧，因为亲情啊、友情啊、爱情啊这些情比较，大家孤独嘛，寂寞就需要一些，觉得一个人走在路上太需要一个伴侣啊，需要一个呵护你的，这个是其实是自己不够，就是说，一个是生理的有一些欲望。其实生理欲望是个吸，有时候是个吸气来的，哎，只是他没有停过，他就这个吸气一直就是改不了，就是觉得需要，其实也不见得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怎么依恋吧，就是不是一个惯性的吸气，情感这些也没啥虚名，大家我觉得也还好吧，虚名吧有就有，没有就拉倒。只是很多人喜欢在别人心目中有位置，他还是有时候恐惧未来，就是觉得自己孤独嘛，就是对未来的一些茫然和恐惧，看不清真相，对未来的恐惧就喜欢，其实也就执着这些东西，不愿意放，舍不得，还有啥呢？也没啥，剩下的就是。人世间的人情世故种种的这些东西，人世间的这些事情你怎么处理也处理不圆满，眼前的那些事吧，就是人力的事啊，做了就好，善始善终，能处理了处理不了放在那，能怎么样，你怎么搞也搞不完，没完没了的，是吧？现在大家凡是来在这儿，我觉得修行人基本上不管你们，我觉得都福报蛮大的，倒不是说因为来在这儿福报满的，是你们我觉得最起码在物质层面啊，不至于所有的连个面包也没有，连个饼干也没得吃，是吧？就最起码能稍稍的能够有杯水喝，有碗方便面能吃得起，就是最起码在物质层面自己能靠自力解决，不至于露宿街头啊，或者在这个基础上，然后你又接触了释迦牟尼的智慧，我觉得这已经很在地球上生活。我觉得已经你解决了物质层面解决了，再去学习佛法，然后有一个栖身之念。